对，那我觉得今天这个环境是真的很舒服。然后就是在这边，我会很想要唱一首歌。那当然，这首歌也许很多朋友已经都听过很多次。但是今天我就这样的心情，然后让我们还是回到那个最初最真心的那个自己，然后唱这首歌《雪色的咖啡店》。然后真的非常感谢你们今天来到这边，然后跟我一起分享。母亲节，然后还有跟我一起分享要把这个太阳 DVD 献给你们的这个契约，好，谢谢你们唱这首歌。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，这样流汗我坐在交反的马路边，这里的空气很新鲜，这里的感觉很特别。仰望着天空，扬起我对你的思念，窗外的星空像你嬉笑不眠，这样的午夜我坐在这饭的咖啡店，这里的街道有点改变，这里的人去喧闹着望着朦胧的海岸线，是否还能回到从前？昨日的单纯，今天的实际相连，而你也早已不是你，我的心。是一杯调和过的咖啡，怀念着往日的土地，青草味。窗外的景色像你，没什么道理。这样的我好吗？在中山东路的咖啡店，这里的街道有点危险，这里的人去面无表情。想问你，也问问自己，是否还会记得从前？昨日的单纯，今天的实际像你，而你也早已不是你。是一杯调和过的咖啡，怀念着往日的薄荷青草味，怀念着往日的坚持和现在你我的感觉。
谢谢大家，然后稍等一会儿我就继续进行帮你们签名的活动。谢谢奇珍，好。那请齐真生稍作休息一下，待会要帮所有歌迷朋友签名哦。好，那请所有的歌迷朋友在我们舞台的。